文化幕后推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评审长黑 Judge 小智 Sharp。好，那跟大家讲一下，其实弄这东西有点搞自己啊，我自己觉得简简单单的叫做万座睡这样子，为什么不继续这样子办？为什么要搞一个这个系统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去年我去巴黎的世锦赛，因为我们的团员溜嘛有去嘛，那我就是去世锦赛的时候发现说，哇，原来全世界已经在 run 这个系统，已经 run 了一年到两年，在疫情期间，尤其是欧洲，他们不用隔离，根本没有在管疫情的时候，这个系统他们已经变习以为常。因为今天其实我站在后面看的时候，大家有点搞不太清楚，说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。那我们那时候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，有去了南法跟西班牙，我们的国家代表队的时候，发现也是一模一样，我们都搞不清楚说，哎，现在比较哪，现在比较哪。那回来之后我就思考了很久，说我觉得这样子不是一个办法，因为我们是这些国家队的选手这么认真练习，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五点，但却缺少的地方是这个经验的部分，所以我就跟我们的舞蹈总会，我们的彭秘书长，然后去请示说，希望可以去把这一个系统引进到台湾，让我们台湾的选手可以多看多学多有经验，这样去世界的时候就可以电报大家。OK。洪彦明秘书长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秘书长，也谢谢我们的星光金控、星光人寿跟元富证券。那我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要来揭晓我们最后四强是谁了。OK， All right， 好的好的。All right， check the moment， 究竟我们今天比了一整天。我们的 Grow A B C D， 谁能代表着台湾参加我们九月三号的决赛哦？对啦，台湾人嘛，代表台湾人，台湾代表台湾的。Everybody， 我们一起倒数 5 4 3 2 1。 OK， 我们的 Core A 是由我们的 Tom 拿下6票21分，以及我们的 Group B 齐鲁5票22分， Group C 六骂5票22分， Group D K 6票28分。九月三号决赛的霹雳五四强。好，那我们先一个人先一张，还是四个人一起？一个人先一张。那我们有请 Tom、齐鲁、齐鲁以及廖骂，请到我们的台口边集合。这就是以上我们的 MA 循环赛。晋级到我们的九月三号19届星光杯热门街舞大赛霹雳舞前四强赛的选手。OK， 各位，给我们解释一下，我们这个比赛总共只有出六 round， 那 Tom 以及我们的 Pay 都是拿下全胜，那我们慢悠慢齐鲁都只有输一招，所以他们这个是的积分，大家可以了解一下。那当然，其他选手也是非常的努力，尤其像 Show Milk 拿到一个很好的分数 ，OK， 四 round 20分，四二零 ，121 两 round 16分 ，Z 零 round 3分 ，Robby 齐鲁5 round 22分 ，Rosie 5 round 18分 ，JY 1 round 11分 ，Wizard 1 round 9分。Group C 六骂五 round 22分，六兵哎呦也是漂亮的数字，四 round 20分，再来是我们的 Brokey 两 round 10分 ，Wesley 一 round 8分，再来是我们的 Group B Pay 六 round 28分 ，Shadow 三 round 12分 ，Champion Mo 两 round 13分 ，Sora 一 round 7分。OK， 那我们有请 B Boy 六骂到我们的场中央拍照。以上四位选手晋级到我们九月三号的总决赛。All right， 四位选手，好的，我们可以上到台中央，来四位选手一起拍照，围着这个星光杯，好了，好不好？一个角一个角。九月三号要空出来哦，就你们四位哦，拜托，谢谢。扣。
看前面这一排大哥的摄影机。那各位观众，9月3号的时候也会有我们艾尔达直播。水壶拿走。倘若你想要再看更多更精彩的赛事呢，也欢迎搜寻我们的星光人寿 YouTube。 OK， 感谢以上4位积极的选手，还有所有的评审，一起大合照。所有的评审以及我们四位晋级决赛的选手，那我们选手往前，那蹲站一排吗？站一排吗？站一排，感谢大家，也非常感谢莅临到我们的星光人寿摩天大楼的观众们，辛苦你们了。 谢谢你们到场参与支持。倘若没有问题的话，9月3号是我们的总决赛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共襄盛举。在这里再次感谢一下我们的主办单位——星光人寿、星光金控、原部证券，以及我们的指导单位——教育部体育署台北市体育总会街舞协会。 我们的Central蔡佩，再来就是我们的合作单位，再次感谢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邀请一下，我们星空人寿长官一起上台拍照。不好意思，所有选手跟评审，我们要请星空人寿长官。让我们有请林慧资深协理上台跟我们的选手合个影。 也是非常支持我们的星光杯啊！哇，两天的赛事，他真的是从头做到尾，支持到底，感谢感谢，再麻烦 Mask O， 感谢长官们，好，哇，看一下前方摄影机，我们协理整个很有活力哦，看街舞整个人都漾起来了呢。 还有一台，好，感谢我们星光人寿的长官们，以及评审以及晋级的选手。OK， 那待会9点的时候呢，会在我们星光人寿的 YouTube 上面直播我们 U15排舞赛、 U18排舞赛以及 UN排舞赛晋级12队的队伍有哪一些？请那些排舞赛的选手们可以在线上期待一下。 我们晚上9点的时候会公布在线上晋级的12位队，就是我们本周六日早上举行的排舞赛，是三项排舞赛，是即将要公布晋级的36队，9月3号角逐100多万的总奖金哦。OK， 倘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这是来自台北市的声音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C Max， 我是 MC Weezy。 Alright， 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9月3号见。再次感谢我们的星光人寿、星光金控、原部证券带给我们街舞人满满的大平台。谢谢他们，我们就9月3号见。Peace out。Alright， see you soon。